呀。哇，我看到你啦。何信义，我，嗨，你好。我就是想吃你。啊！你怎么跑来这里？对呀、啊，这里不是玩的地方，出来外面。老师说怎么可以进来啊？你看他用那个围起来了啊。老师说可以进去。哦，不要不要。哦，他用这个围起来，就是说不要进来。哦。很危险。哦，那你要玩哪一台？这一台专。那、啊、怎么这样玩啊？这样很奇怪耶。啊，这样是什么？是在用屁股、你的朋友又来了。哪一个？哦。这是新装的，就是说上新装那边。够够够。哇！一个骑摩托车。